边修改哈。这里是电源开关。然后穿模呢，就直接把模从这里套进去。然后这个拧紧，上面有说方向松跟紧的。而且你的两边都刚好卡住，没有缝隙。然后这边开始穿模。穿模的时候，这个本来是合着的，我们要先把它打成开的状态。然后这里有一个示意图，穿模就按照这一个示意图来穿就行了，按照实线的部分。就要穿直，这里有一个拉模的开关，我要打为开的状态，然后把模两边都穿进去之后合上，合上之后我们就要借助系统的辅助来把模穿好。但是我们这里首先要先把它拉紧，拉紧之后把这里合上，然后就系统辅助，进入系统点到手动。这个界面呢，等一下我们会需要它，不过我们最开始是由点动开始，先手稍微压一下，然后点动把它送过来，这里可以往上抬，把它稍微拉直过来，一直点动。好，点动到这边第二个拉模的人拉住模之后，这里合上锁紧，锁紧之后，我按下返回，还是手动，这里有一个中锋盒，把中锋合上，中锋合上之后，我们继续点动。然后这样的话就差不多了，差不多我们也可以按一下自动再跑一下，看会不会顺。对，跑出来可以的话，我们每次按停机的时候，刀都会到这个位置才停止。对，然后就这样模基本上就穿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试产品了。试产品，首先前面呢，你放产品的时候要摆正，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需要点动一下，点动一下，让第一个产品，对，第一个产品到差不多这个位置，对，然后后面就可以陆续的把产品放上来。然后这个位置最好就要有一个人在这里。
摆正，最好的是有个人摆正。这个状态，然后操作上呢，这里是启动，这里是停机，这个就点动，然后这边是急停，出现什么事故我们可以直接停住，然后如果这把刀夹到物料，它也会自动急停，然后这两个就是温度，温度的话不在不换模的情况下已经设定好了，可以不调整，这是温度的开关。按压一下，看一下空气状况。